Hôm qua chúng tôi đã thua 3-0 trước Elite. Tôi rất buồn, trong mọi ván đấu chúng tôi đều có khả năng chiến thắng nhưng mà chúng tôi lại không làm được. Người hâm mộ chắc chắn rất thất vọng nhưng chúng tôi không có thời gian để mà tiếc. К сожалению, мы проиграли в прошлый матч. Мы хорошо начали, но потом все поменялось. Мы не смогли удержать нужный темп. Из-за этого нам придется завтра играть с Фом в Баффало на их домашней арене. Я чувствую вс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которая лежит на нас, и ожидания от ВЛЦЛ и всех наших фанатов. Мы прошли очень длинный путь от России до Вьетнама. Мы не можем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 здесь, и поэтому мы должны пройти в следующую стадию. Chúng tôi phải vượt dậy tinh thần và sẵn sàng chiến đấu. Là đại diện của Việt Nam, đây là cơ hội cuối của chúng tôi. Không, tôi nói cái câu này, không, vẫn chưa đánh được Lars. 因为他我再看一次，就关键的第五场，大家从头来过，所以呢，介绍人也要从头开始介绍。各位，这就当 BO1 在打了、啊、，BO1 在打，绕了一圈，小组赛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别说，哎，三个级，无敌，无敌子恒，三个级啊，三个级，不要演了，不要演了。BG 这两个拿到我无敌 ，PVP 不信邪，这是一个不信邪的 BP 法。PVP 觉得他们 ，PVP 觉得他们上次输是因为上路，对，我怎么看都是因为下路啊。对，但我觉得这个很难去投铁，因为。如果你有比过比赛，选手或教练应该都会有个感觉，就是今天一定会有个角色，你如果你不去处理，对你一定要处理他的那个角色，可能是任何一个。有他们有这个阵容是 PVP 第一把的阵容，今年入围赛第一把的阵容吧。三 poke 体系打的是他们这个至高的存在，就他们的这个实力是。能够碾压你，他才可以敢选这样阵容。就因为这种 poke 是没有什么容错率在的。第一个，你线一定要赢很多，不然 poke 打不出来。然后再来是，你不能发生任何的失误，因为你只要发生失误，你的 poke 阵就一去不复返。我现在觉得 PVP 不是很妙，是他们的团战很难打，很难打，很难打。对方的团战真的野区没有，这是进来还是去左边、哦、去上来？不知道 ，Zeros 不知道，所以他在犹豫，但他没有插眼。哦、他的眼插在前面了，最后其实他没有入野，是上来了，先给你一拳被躲掉，反身锤一头，一个地势 Zeros 直接交闪、啊，这跟上一场其实差不多的状态。换人来看看，没料的是想追击这个杜闪强交，逼得对面的 BOSS 闪现，一个地势被 PP 双人双双走过后直接扛打，想要强杀，伤害不太够，我这个三下路杰西刚，我要小心哦，不对，一走的过来，加流的一个嘲讽，坦克骑士朝闪走了，但等一下，这边等一下艾希之后，艾希吐了出来，坦克骑士想要跑，但没有闪现了，这一个反向，这个人致敬一下另外这个 GALB 选手，一人致敬一次，双方现在都是有。互相为国际赛暖暖手的感觉。对，但这边平线还没进去，炮车有没有吃到？还没，距离差一点，飞亚已经要到了，不过只有四等，科加斯能活住吗？柔毅也已经六等了，这一波 OETP 先下来，地势踩到九桶，九桶并没有抓任何输出，反而是闪锤的一个飞亚进场，杰西换命直接冲进去杀掉后自己也没倒，后面的 TP 没到，穷女来了，这边后续杀，而且飞亚直接被击杀了。哇，但是这边的话其实还是有换到人，穷女转在最边边的位置抓到了 Zeros， 想继续的进攻，伤害不太够，穷总一个肚子顶，但金刚有个进化解开，瞬间在空中直接将杰西给带走。其实我觉得这一波塔杀有几个点是他们处理的不好的，第一个点就是其实 Zeros 他是没有回过家的，他身上就一个多兰剑，然后再来这个时间点其实还蛮前期的，那个塔很痛，所以球女在哇看到消息画面回来，下面的团战已经开启了，被留住的森塔斯只有孤身一人，艾希并不在家，艾希怎么艾希、这个我没有一起走啊，来到上半部的对决了，杰西一步一脚印、哦、上六、哦、里面有草丛，菲亚已经六等，我觉得你这个聚气往前锤到、啊、火步连击跟着走，第四跟来上，这一波的 LE 接的 perfect 一口咬，再见了，这个就是我们选角讲到的画面，状态就上路又开始被压制了，三个人要来夹 ，PB 带着大部队往上去靠，球女并没有反应，这个沉睡暴雨好远呐、啊，但有点没办法吧，肚子球留住，这一个加里欧没有减伤效果，结果直接倒，这样变成一个二打二，一个嘲讽开启逼退了 BOSS 的闪现。那我还在继续的追击，不过已经没有沉睡梦玉了。哇，那这样子的话，酒桶突然卖了命。哇，而且你是找到的话，这一个探出这个针织之花看到了。之花，米奥达斯应该是想要继续吃的，没有抓到。听到了，想要吃吗？哇，
不敢吃了，他听到已经来了，你的魔量也不够打了吧？艾希尔冰剑握在手中，他的目标就是伊泽瑞尔。伊泽中后闪现的一个毒蛇，就算交了一加闪现的伊泽，还是被冷冽重击飞爱给正面追上。飞爱没有交大，往右边直接火扑连击，交到了一个加里欧，加里欧甚至被坦克机给三红舔了回来，一波下路 VUG 直接打穿。现在在经过了下路的进攻的 VEG 又把飞爱吊上来了，上路不过此时被九筒给发现，这一套的 combo 并没有把飞爱给打残，看起来爆破九筒的一个炸的位置没有炸好，一个进攻机会，冰剑出手，冰剑远方出手，柔一走位躲掉，但目标其实是柔一吗？还是九筒？没有，应该是柔一啊，应该是柔一，大家都跑光了。艾希有 TP 哦，所以看一下状况再选择。打的吧，伊泽是没传的哦。伊泽又走上来了，这波艾希直接 TP， 有一波五打五的战士，左边位置杰西先被抓到，虎扑点击又跟着杰西闪现一起走，又是跟着上路的一个科加斯完美配合。Zeros 今天根本没有秀的机会，其实在这个窄口求你求一塞，科加斯一站你是很难真的能够打到他的哦。加里欧在左边被留住，已经舔黄连续的 poke， 柔伊泽瑞尔还在尝试 carry 位，被直接第四刺到，再加沉默拿退吧。而在被控制的同时，预示者已经拿到了 VG 人准备撤退，想要继续追击 TP 要来，沉醉梦域隧道酒桶没有大绝，这个睡着人员是前排有坦克你救，不过远方杰西已经复活了，一炮风收掉了艾希，继续的追击，开了一个摆队的 Sentas 回到塔下 ，Boss 帮挡一些远距离的技能，柔一过来，沉默梦于隧道，这个睡着的得倒，一个秘术射击，伊泽瑞尔顺利拿下，往上继续包抄，科加斯想要回家，又是被一个电子脉冲给轰到，柔一又是用连续的跳跃把 Boss 给留住，只剩下不到一百滴血的 Boss 才开始荣耀头盔，我发光超级赛亚人没有办法，对面全都是很恐怖的，绑在上路附近，这也让 PP 的战术可以往下去做考量了。沉默梦隧道，球女被这打残，就弹幕用走位躲掉，电池脉冲也没中，活了下来。哇 ！Zeros 在上路推完兵线之后往下路靠拢，不过在下方位置团战已经开启，一个兵线远方过来。不过九筒是有个惊人的，在起来瞬间交出闪现，跟爆破九筒把对面的阵型给稍微炸散，但炸的并不够，家里有被逼闪后，杰西从后面出来想要尝试水，把艾希给锤死了，而且球女已经无力再战，血量也已经进入见底。不过伊泽瑞尔开始收头，往前继续打。这个 poke 正池在团战竟然发挥出优异的一个表现，森塔斯被留在最前面，只能卖掉。Nau 的目标其实是前面残血 No Names， 往 No Man's 这边跑得很快。现在是靠着球果成功的撤退，不过还想继续追击的沉睡梦域并没有命中。怎么样哦？这个时间大绝的惊人就躲掉了一个冰剑，然后球女的大呢，其实也只有卷到了一个加里欧。那你可以看到后面 Zeros 切进来点是正对着对方的两个后排。他把所有伤害都灌在最重要的人身上，那虽然他最后死了，但他已经也值得了，就是他已经把一个人换掉了。画面回来单杀啦，完了，艾希特效要过期了。难道艾希这个下路小龙？因为你要硬吃，我再没了一个艾希，突然 BG 开启了这条小龙，想吃到底炮火九筒扎拉科加斯的咬咬下，不过这波团战得开，九筒进入最前面的位置被艾给收下，不过杰西往后直接爆锤穷女一波，想跟着残族一起锤走，不过在前面位置，在穷女出来之后就可以单收这个。杰西后面的柔一伤害很高，也帮杰西报了一箭之仇。小龙池里面，毕业扣肉慢慢料理的 BOSS，科加斯就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还没散。毕业扣五慢慢的看着看着之后，就是顺利收下了下方的下路二塔，蟾蜍也死在了自己的这个野区附近。这里是哦，草不知道草丛里有眼，直接被蹲了一套死区。那有这个你没有 AD 还要吃哦。当然啦，你因为你有科加斯嘛，你觉得你一定吃到，他可能也觉得两条地龙对他来讲更重要一点。对，但这是一个 ACE 的团战，就是老实讲，我觉得不，真从这两波吧，我都觉得 VEG 他们的选择是很不好的，就是你在对方还有尚有余力跟你互拼的时候，你还让对方长大了，我觉得这个其实蛮不妙的。就要继续的追击是烙摊的一个成员，往下要压蟾蜍有问题，能不能坐车走？不行。哇，车开 了，只有个洞，但人没到。哇，车开走了，单靠坦克起一个吞就可以掌握着，不断的破格还在消耗金属弹幕，看到人就刷，好痛！金属弹幕也从远方轰进来一堆的技能 ，FPS 游戏此时已经开始了。VG 就像这个格斗游戏对上射击游戏一样。可以试试看，但对方的 poke 阵其实有点强，你至少要确保对方三个人不在哦。直接开了，对方都在，然后你也没扫眼，哇！稍微扫个眼看到，但吃的速度其实还挺不错，而且更稳。科加斯有大，怎么看起来想吃到底了吗？打人打人，这已经得打人不行了，不行了，得退了。重新梦游隧道，科加斯 boss 准备跟队友往左边走，一个地质限制了对面的进攻。伊泽瑞尔在前面，球女的球放的正好，直接把 B 的扣了闪现给打掉了。这弹幕尝试刷 B B 的人员还在确认对面的位置，右边 Zeros 隔着最好的距离不断在做 poke， 边打边追，这就像夜市的这个射击游戏一样。
BEG 的人只能靠着 Tanker 级坐车往中路把清线最快的人员带到中路。来看一下其实是中路的二塔，他们这个阵容能逼到中路二塔，也是挺无解的。终于转两个，但后续的伤害补不足了。左边科加斯已经落单，所有人 all in PP 往前一有人上，加里奥的嘲讽留住了科加斯，科加斯直接被正面交闪现，还是得炸死。杰西冲到了后排，直接被火扑连击的菲亚给粘上，想要继续靠着 Q 技能这边逃跑，没办法被收掉。加里奥顺势的跟着队友从后面追上来，但 POG 的距离不太够，柔一透着闪现直接往右边追击，沉睡魔云并没有睡到 ，BG 可以稍微等待队友复活的时间，有 TP 要来，是科加斯，想打科加斯，应该不会艾希也传这个点吧？哎，这边是艾希也到了，但是没人抓，他不知道是科加斯来还是艾希来，所以技能加科加斯，艾希很安全。就右边的肚子一套 A O E 想要杀，有坦克已经救出了艾希。TP 来的是杰西，往前想要继续追击，杰西在前面就被逼出了惊人。右边位置结束惊人，被正面 A O E 直接一波 A O E 死的就是悲哀。TP 这一波抓了对面支援过来的一个速度，顺势反打，可以往中路再压一波高地了。有哈纳斯克要确认出来才有办法打赢这波团战，8000块，10000块的落后了。对，但柔一真的有点太烦了。包囧直接炸，囧女车转又没有转到 ，PP 人可以一涌而上了，没有问题了。这波没了囧女大，虽然是16等转很快，但下一波进来就可以直接上去把高地给拆掉了。囧女失去一个大，就要失去一座水晶兵营，上路的得让 VG 的人。看起来想打，所有人靠了过来，誓死一搏。不过后排人员已经先被破格到，都掉了1/3的血量，上路水晶兵已经掉落来了。过来找到无人机，已经看到这个巴龙是不能掉的哦，但是被碎到了。打野赶紧帮挡，菲亚还有血量去抢这一个巴龙，手上有天使甲，所有人往前 ，VEG 的人员这往前冲，因为回血。上半部的位置 PVP 有点孤注一掷，但对面是更是赌你这一波要抓加里奥，加里奥已经交出闪现，伊德瑞尔从巴龙的洞口跳了上来，使之杰西从右边过来，这一炮打到了后排，很强哇！这个直接吃，然后杰西已经是完全就位了，一个点位是可以推的哦，而且你吃完远古巨龙你是没有那种4秒回升的效果的哦。知道远古巨龙看起来想开，但一个地势先确对了 PVP 的人员，但有破格阵的体系就可以直接断对面的 recall， 柔一隔墙一个消耗，杰西已经先把下半部的水晶兵点到一半的血了，他没办法点，但没办法点，往上赶紧走，想要去夹杰西。下半部小兵很多，科加斯来不来得及，他的脚太短了，地支还没吃起来，下路水晶兵已经掉了，而且杰西还在不断的逼逼上路的水晶兵，火扑连击跟上 ，BG 人员要 all in 一波，直接把杰西给打死。不过中路的话得让给对面的包括九种，直接炸回了一个科加斯。科加斯虽然有石像鬼盘额变大，拖了一点时间，但还是直接被收掉一个杰西换科加斯。那对于 PP 还是很赚的，因为他们两个破格阵体系还可以继续的消耗。但对方是有远古巨龙的哦，稍微拉扯一下 PP 的人员，四个人拉在外面看着对面，而且我求你转到，但毕业扣了又是一次的奥数月前反应正快，又跳走了可能被对面进攻的范围。看到求女没大 ，PP 的人员又是一涌而上，来到了中路想做破格，可是梦云隧道坦克机直接吞走，艾希活了下来，但中路的水晶币可能要掉了。伊泽瑞尔再点，没有人可以出手，没有艾希就没有伤害。囚女大绝还有 CT 一半，非要想出手，握了一手弯胖去，但没办法，水晶兵掉了。杰西继续的分推 PP 的这个战术，是选择 TP 过来了。杰西后面绕背，但尔哈纳斯克还不知道，已经被夹击了。这个打野怎么办？赶紧要走，但沉睡梦玉甚至没限到，但杰西已经往前往他脸上一阵招呼天甲被打出来，他赶紧坐车带囚女过来要做支援，并且后面打中。这个伊泽丹拿有水银丝带解开之后，九龙的一个闪度打到两个人搭配，加里奥的一个进场 ，BG 的战场被一分为二，菲亚已经先行倒下了。科加斯想要进场，但没有后续的伤害补足，三个人包抄暴打这个科加斯，科加斯倒下。后面坦克也只能退场，继续追击 PP 人员杰西的加速，变锤形弹的一锤把艾希给人头直接打爆，剩下 Nomads 一个人交出闪现。旁边还有个残烛，不过残烛根本没有太多效果，又被锤形弹给追到后面远方的一个星辉白钻。直接震死了一个蟾蜍、啊、有办法吗 ？Nomads， 你会是护国的那一个吗？囚女最后 Nomads 想赌最后一波，这是一波一打三，囚女被嘲讽，他有进化，但进化解不掉伤害 ，PVP 的伤害太高了。比赛要结束了 ，PVP 最后剩下的 POG 真的体系开始将对面全面瓦解。珠宝双塔前的高破 ，PVP 3-2，他们挺进了 MSI 第6章。小组赛的门票，在最关键的最后一场比赛，他们还是稳住了，没有让让二追三成功的守住了在家乡打这个小组赛的一个机会。在这场比赛的结算，哇，左边这个伤害破格阵体系真的是很会刷伤害啊！我觉得这个柔一的伤害真的太夸张，主要还是中间让它长起来。其实，我后面是有在想说，如果是
球女，球女真的有几波真的很伤，就是都空大，就是很明显的空大，都没准到人。那再不然，其实我觉得你把他换成库奇，配合你这个阵容，